屌你老母臭花系。告白，香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有斗向中华民国广东省惠阳县淡水镇来的肥佬李先生，向新界粉岭平斜开捻咗间叫做圆圆牛奶公司的牧场，炒埋啲拉向对面海旺角太子道门牌188号地客开间门市，专买拉拉个比的西冷红茶面包西饼。屌你老母臭花系，生意好到扑街冚家产。中华民国62年3月18号礼拜日搬九去咗紧砵兰街门牌380-382号，一连两间铺头装买冷气机。